我不要马找到，我不要马，我要人。我知道了，傻儿，说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你说不说啊你？我不说，让你不说，你说不说啊你？若赤，别跟孩子过不去。你去。 孩子，你告诉我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怎么样？我不说，臭小子，你说不说你？给我说，不说，我打死你！说不说？我让你不说，说说说说，好，给我说，哼，杀了他！哎呀呀呀！好，孩子，欺辱一个孩子。 我害臊了，快杀我吧！可惜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汉的手里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是在战场上被胜过我的好汉杀死了，那样我死得心甘情愿。可现今，却是大鹰落在地上，被一窝蚂蚁咬死。大汗，可惜呀！别让这小子夸口，我来揍他。好，你跟他比。 咱们这儿别的没有，有的是英雄好汉。嘿，我一个人杀你，让你死得心甘情愿。你是谁？我是博二叔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你骑我的马，用我的弓箭，就算是我射杀了他。是。你把马借给哲别。是。大汗，我已经被你包围住了。 你要杀我，就像宰羊一样。你既然放我与他比剑，我也不能不知好歹。与他比剑，我只要一张空弓，不要剑。你不用剑，不错，我只要一张空弓也能杀得了你。就依你的，给他一张大弓。是。 哲别向来不饶敌人，这一剑是一命换一命。好，不用比了，他一命换一命。大汗，哲别，你去吧。不是换我的命，是换那个孩子的命。求大汗，别再难为那个孩子了。我射伤大汗罪有应得。博二叔，你来吧。 Come on.
饶了他吧。泽别，你还不投降吗？ 你若杀了我，只不过玷污了首长大的一块土地。你若饶我不死，不愿为大汗横断黑水，粉碎岩石，冲锋陷阵，驰骋万里，征讨外敌，听从左右，福保大汗。说得好，以后你就替我杀敌吧，大汗。 这个给你，或者说也给你。谢大汗，我这块金子转送给那个孩子，行吗？金子是你的，你愿意给谁就给谁吧。谢大汗，孩子给。娘说过，只能招待客人，不能要客人的东西。哼，这孩子有骨头，以后带他来见我。 今日，博尔术与哲别结为安达，此后如亲生兄弟一般。博尔术此后到哪里去，哲别就到哪里去。天涯海角情同手足，伤了博尔术，便伤了哲别。博尔术来了。 好了，别哭了，刚才还冲英雄呢，这会儿就成累人了。我没哭，下回呀可别由着一股倔劲愣干了，万一他们把你杀了，娘到哪儿哭去啊？娘，我做错了吧？ 你没做错，你应该这么做。哎呦！快！你干嘛？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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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虽小，却是英雄侠义啊！小兄弟，愿意跟我学射箭吗？哲别师傅若肯收我儿做徒弟，我们母子真是感激不尽呢。静儿，好好跟哲别师傅学射箭，只有学好武功，才能为你爹报仇。娘，放心吧。
不服，就是不服！你疯了！不服！郭靖，我跟你打，让他回家吃饭去，打就打！大金国也知道，现今金国皇帝派他两个太子到我们这儿来封我的官职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出去！军中大帐你没敢闯，快出去啊！去吧去吧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叔侄，你是我的长子，你骑我的马，吃我的令牌，带一个万人队去百里以外迎他们。是，父汗。察合台、窝阔台，你们打我的旗，各领一个万人队，到50里以外迎接他们。博尔术、赤老温、木华黎、博尔忽，你们是我的兄弟，你们跟我一起在大帐门外迎接金国太子。是。牛，哎呀，哎呦，你看看你这身土，哎呀，让你别跟人家打架，你就是不听，天天打，天天打。你瞧瞧，哎呀，瞧瞧你这小脸都成什么了，快吃饭吧，饭都凉了。成功。我把华筝娶回来给你当媳妇儿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把华筝娶回来给你当媳妇儿，好不好，娘？你这孩子，你说什么？娘，你笑什么呢？郭靖，郭靖，郭靖，过来！娘，那我去了。哎，你回来！回来，郭靖！哎呦，这孩子！啊！郭靖抢了华筝做老婆喽！小天啊，你看你儿子都干什么了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哼，走。
奉天承运，大金皇帝诏曰：今扶平四海，兵戈干系，念及蒙古铁木真部，宣劳戮力，久驻北疆，心慕上国教化，朕眷怀良妾，特册封铁木真为大金国北部招讨使，子孙世袭，永为大金国北方平藩。钦此。臣铁木真谢主隆恩。大金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特此金腰带一条。二位王爷入座，铁木真稍尽地主之谊。二位王爷请。啊，请。明日我们兄弟去册封王罕，请赵涛使随我们同去。好好好，我义父王罕才是大漠的苍龙，大金国皇帝册封他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大金国还册封谁吗？好像是没有了吧。北方就只有大汗和王罕是真英雄真豪杰，愚人皆不足道。我们这里还有一位人物，二位王爷或许还没听说过。是吗？那是我们孤陋寡闻了。请问是哪位英雄啊？那就是小将的义弟扎木合，他为人仁义，善能用兵，小将请二位王爷也能封他一个官职。蒙古人这么多，个个都称自己是英雄，个个要官，我们大金国哪有那么多的官要封啊。再这样我就不带你出来了。不带就不带，反正父王也不喜欢我。老三，我关照你，你不关照我是不是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就为那几个蛮子吗？值得你这么大费心思吗？蛮子，你知道咱们这次到蒙古干什么来了吗？不就是册封那两个蛮子吗？哼，册封个屁。老三，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扎木合是谁吗？这次我跟父王建议只册封王罕和铁木真，王罕的儿子桑坤肯定会记恨铁木真，扎木合嘴上不说，可心里会处处疏远铁木真，这叫一石三雕。他们俩人会处处为难铁木真，铁木真要想一统大漠，那可就难了。挑起蒙古人内战，让他们自己打自己，我北方边陲才会平安无事，灭南朝，平天下，才腾得出手来。你明白吗？好了，我明白明白了，以后啊，我看你的眼色就对了。哎呀，真是好东西啊，可惜不能吃啊。今天这倒霉的羊肉真是倒了我的胃口。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今天托莲和郭靖结为安达，骂我的安达如同骂我，打我的安达如同打我，有一碗奶我要和安达分着喝，有一块肉我要和安达分着吃，生死同命，永不变心。今天郭靖和托雷皆为安达，有人要害我的安达，郭靖便和他拼命，有人要伤我的安达，郭靖也和他拼命，安达哪里去，郭靖哪里去，和安达做一辈子的好兄弟。
敬到哪儿去了？我到河边跟郭靖接安达去了，他送了我这个。你送了他什么？这个。你们两个以后要相亲相爱，互相扶助，都上马吧。郭靖这小子也跟咱们去。安达，快走！哎，王爷呢？他们恐怕还在睡觉。大汗，我去醒他。一脚，金兵怎么样？大汗，咱们蒙古兵1000人可以破他们5000人。我也这么想，只是听说大金国有雄兵10万，咱们可只有5万人呢。100万兵不能一起上阵，咱们分开来打。今天干掉他10万，明天又扫去他10万。说到用兵，你总是最合我的心意。100多斤的人可以吃掉10头1000多斤的肥牛，只不过不是1天吃的呀。啊！铁木真汗护送两位王爷去册封王憨大汗，恭请启程。咱们先走吧。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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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真来了，你义兄的样子可真够神气的。这，铁木真义兄在哪儿？扎木合安达，扎木合安达，铁木真义兄。哦，安达进来可好啊？好啊。三魁兄弟，走去见见二位王爷。在下是王罕大汗的儿子三魁，这位是我爹的义子扎木合，参见二位王爷。义父派我们二人来此迎接二位王爷，一路辛苦了。大汗，这就是你的义弟扎木合吧？是啊。很好，很好。来来来，英雄请起，英雄请起。哎呀，王罕大汗父子英雄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 我也请。安达请起。义兄，我带了个万人队给他们做哨戒，今晚我就住在你的帐篷里。当然，想走还不放你呢。扎木合叔叔，扎木合叔叔，扎木合叔叔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你们好吧？郭靖，大汗的，这就是我爹的安达，扎木合叔叔。我爹常说，扎木合叔叔是个英雄，那个三坤叔叔是大草帽。侯雷，侯雷，下来，下来。扎木合叔叔，义兄。你要跟我摔跤，也该下点注啊。这我倒忘了，你要什么？1000匹马，10000只羊，还是5000个奴隶？我想要大金国皇帝送你的那条金带，你舍得吗？拿来，我安达喜欢，拿走便是，何必赌赛什么的呢？哎，义兄开个玩笑，你这做官的也得有个做官的样，动不动就把印送出去，那还行啊？做官？谁封我做官了？哎，来吧，
么了？哎，这再来！哎，哎呦，好！服不服？服了。哎，再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老了，摔不过你了。那时候在义父家，每天早上都是你赢，该输我一回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帐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刚才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？你赢了，金带归你了。你不稀罕，我也不想要。雄鹰可以在树上栖息，可雄鹰的家却在悬崖上。我想跟你要一样别的东西，你给不给？我安达要，铁木真当然给了。我想要你一半的兵马。义父老了，他说你翅膀硬了，飞得远了，不回来看他。桑坤又是个败家子儿，我也不能总出兵帮他。后来我跟义父说，我们兄弟俩自小受您的恩惠，没什么报答。等您百年之后，我和铁木真一人拿出一半的兵卒来给桑坤兄弟，让他继续做草原上的盟主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事？大汗，前面发现敌兵。怕是有50000人吧，专门冲咱们来的。你回大营调兵，我留在这里抵挡一阵。算了，看他们的样子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到，回去调兵怕是来不及了，与他们正面拼杀的话，我们会吃亏的。不如我正面出击，你与四姐带人左右夹攻，杀得个措手不及。安达，你今晚还是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准备一切，我回去还要扎营呢。义兄，我问你的事怎么样？他自己要的让自己来拿，你要的话我就给你。你知道我不要这。跟着我，可别落后了，看看我们是怎么杀敌的啊！跟我冲！何处厮杀？回王爷，山下有50000乃蛮人围攻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回三王爷的话，山下有50000乃蛮人围攻，铁木真大汗和扎木合大汗正在山下迎敌。乃蛮人，他们要干什么？回禀王爷，乃蛮人听说您与三王爷前来封我们大汗的官职，便前来讨封，还声称若是不封，便要对两位王爷不敬。牵马来，牵马来，快一点！三哥，
了，咱们不能走，立即整兵。是，快列队，列队。三哥，咱们千万不能走，咱们一撤，大晋国的兵威何在？哎，六弟呀、啊，我这次是来跟你玩的，哪知道会碰到这种事情？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二位王爷，二位王爷，敌人来势凶猛，兵力胜过铁木真五倍，我看咱们还是先撤吧。六弟呀、啊，六弟，我看不妨封他们个官职算了，就是大一点也无妨，反正这是没有本钱的买卖嘛。胡说，官职岂有墙倒的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六弟，你不要在这儿逞英雄了，再不逃就来不及了。惊醒了二位王爷，失礼了。孩儿们已经把乃蛮人打败，两位王爷勿惊，咱们用过早饭再行启程。这去启禀大汗，这一仗我们杀敌1700人，俘虏2400人，我们伤亡175个人。好，把将兵马匹衣甲分成4份，给二位王爷一份，王汗大汗一份，给我义弟扎木合一份，把我那一份分给受伤的弟兄们吧。多谢大汗。哎呀，都说草原上的第一英雄是铁木真，今日以少胜多，这一仗打得漂亮至极啊。多谢二位夸奖，也是托二位王爷观战之福啊。哎，哪里哪里。铁木真汗，王汗大汗在十里外迎接二位王爷。王涵义父你好。哎呀，小人唯恐乃蛮人无礼惊动两位王爷带兵前来，哦，幸好孩子们已经把他们杀退了。哎呀，有劳王涵大汗了，义子尚且如此，义父就更加威风八面了。两位王爷一路辛苦了，我已经备好了歌舞美酒，今晚为二位王爷洗尘压惊。
不寒，有别的马找到了。我不要马，我要人。我知道了。小二，说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你说不说？求你开恩，饶了他吧。泽别，你还不投降吗？你若杀了我，只不过玷污了首长大的一块土地。你若饶我不死，我愿为大汗横断黑水，粉碎岩石，冲锋陷阵，驰骋万里，征讨外敌，听从左右，福保大汗。说得好，以后你就替我杀敌吧。大汗。这个给你。或者说也给你。谢大汗。我把这块金子转送给那个孩子行吗？金子是你的，你愿意给谁就给谁吧。谢大汗。孩子给。娘说过只能招待客人，不能要客人的东西。哼，这孩子有骨头，以后带他来见我。好。哼哼。哎，今日博尔术与哲别结为安达，此后如亲生兄弟一般。博尔术此后到哪里去，哲别就到哪里去，天涯海角情同手足。伤了博尔术便伤了哲别。博尔术爱安达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刚才还冲英雄呢，这会儿就成泪人了。我没哭。下回呀，可别由着一股倔劲愣干了，万一他们把你杀了，娘。我是为大汗报仇，不领你的情。我哲别向来不饶敌人，这一剑是一命换一命。好，不用比了，他一命换一命。大汗，哲别，你去吧。不是换我的命，是换那个孩子的命。求大汗别再难为那个孩子了，我射上大汗罪有应得。博尔术，你来吧。Come on.
到哪儿哭去啊？哟，我做错了吗？哎，你没做错，你应该这么做。哎呦！拆房子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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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儿子人虽小，却是英雄侠义啊！等他长大之后啊，必是大汗的一员勇将。小兄弟，愿意跟我学射箭吗？哲别师傅若肯收我儿做徒弟，我们母子真是感激不尽呢。静儿，好好跟哲别师傅学射箭，只有学好武功，才能为你爹报仇。娘，放心吧。主持，别跟孩子过不去。你去。孩子，你告诉我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怎么样？我不说。臭小子，你说不说你？给我说，不说我打死你！说不说？我让你不说，说说说说，说说。杀了他！哎呀哎呀！啊！孩子，欺辱一个孩子，不害臊吗？快杀我吧！可惜，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汉的手里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是在战场上被胜过我的好汉杀死了，那要我死得心甘情愿。可现今，这是大鹰落在地上，被一窝蚂蚁咬死。大汗，可惜啊！别让这小子夸口，我来斗他。好，你跟他比，咱们这儿别的没有，有的是英雄好汉。哎，我一个人杀你，让你死得心甘情愿。你是谁？我是博尔叔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你骑我的马，用我的弓箭，就算是我射杀他。是。你把马借给哲别。是。大汗，我已经被你包围住了，你要杀我就像宰羊一样容易。你既然放我与他比剑，我也不能不知好歹。与他比剑，我只要一张空弓，不要剑。你不用剑。不错，我只要一张空弓也能杀得了你。就依你的，给他一张大弓。是。